是华语乐坛的一个标志，他那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征服了众多的歌迷。正当他的歌唱事业如日中天时，他却淡出歌坛，失去儿子，事业遭受打击，甚至失去了唱歌的嗓子。王杰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敬请收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一上台吓我一跳，今天我们演播现场装了我们平常两倍以上的人。由此可见，今天做客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他的人气到底有多旺。他是一位歌手，从出道到现在出了50多张专辑，发行量呢已经达到了8700万张，应该说创下了一个唱片业的奇迹。一直以来，他以他独特的嗓音以及他传奇的人生，被歌迷称之为浪子。他为大家演绎了许许多多经典的歌曲，比如说一场游戏一场梦，安妮，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等。记得10年前他曾经做客过艺术人生，那次我们聊得非常的畅快，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10年过去了，他的人生又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杰。好久不见了，十年了，对对对。10年以后的今天，再一次站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跟10年前那一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哎呀，感叹呐。除了脸上会多了一些皱纹啊，少了一些年轻的潇洒之外，这个是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啊。尤其在我们当艺人，有时候我回想起10年前的我跟你在这边做访问，其实我蛮喜欢那个时候的我，因为我记得我脸上还有一些胡渣，而且是黑色的胡渣。现在，对，他说对了，现在多了一些白色。我们真准备了一段10年前的录像啊，真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要谈什么分离，他不会因为这样。来啊，拿着相机的赶紧拍啊。这个当今中国最优秀的两位中年歌手都在这儿。1962年，王杰出生于台北，12岁因父母离异被遗弃在寄宿学校独自生活。14岁那年，因思念父母，首次创作了歌曲《娃娃在哭了》，开启了他的音乐之门。此后，王杰当过驻唱歌手、出租车司机、特技演员等职业，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1987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同名主打歌稳居当年排行榜冠军长达半年之久。之后的《安妮》。为了爱，梦一生。梦一生。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等充满忧伤的歌曲，更是让大家记住了这个穿着牛仔裤、一头凌乱的头发、桀骜却充满沧桑嗓音的浪子王杰。2004年，王杰曾踏上这个舞台。我是真的发现我爱上他，我就是写这首歌唱给他，然后把这个袋子丢给他。我还最记得，我说你要听哦，听哦，我最重要是中间那一句啊，你一定要听。我以前是这样追他的。那天那个镜头，我要重唱，差不多2楼要一个吊毛，我就要摔到地下，结果到地下那个草地上有一颗石头，就是撞到我的背，就后来就受伤。我在那次才很意外的碰到我父亲。他也不认识，不看不出我是谁。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父亲。他已经很多年，你已经长变模样了。奇怪，那种感觉蛮
蛮奇怪的。然而一直渴望被爱的王杰却一直与孤独相伴，自小被父母遗弃，成名后又遭遇妻子的离开，为人父后却与儿子近在咫尺又不能相认，是浪子的头衔影响了王杰，还是王杰的人生在诠释着浪子形象？十年后，王杰带着他对青春、亲情、友情、爱情的全新感悟，再度踏上这个舞台。看到十年前的自己，听到十年前自己说的话，你刚才说很感慨，你最感慨的是什么？我想我最感慨就是碰见我父亲的那一刹那。你知道那种感觉，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是尴尬这两个字。当你碰到他的时候，你可是他又不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可是旁边有人知道，然后我会想偷偷的看着他。那有时候你看着他的时候，当他眼睛回来看你那一下，你会把眼睛赶快闪开。我最感慨的是那一刹那。我本来想把这个话题留到后边啊，既然你已经说了，那我就再追一句啊。如果有一天你碰见你的儿子，你觉得他也会像你一样感慨吗？这个我真的想过，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办，因为我试过在他十来岁的时候，终于有一次他母亲带他到香港去跟我碰面。其实我在那个之前我已经彩排过好几次了，我看到他，我觉得第一个动作我是应该要，因为他是毕竟在外国长大的小孩子，西方教育，我要这样子握手好呢，还是拥抱好，还是要拥抱好呢？结果后来就发生了一个笑事，一个趣事。我一看到他那一下子，其实我第一个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手要伸出去的时候，他却是两只手张开要跟我拥抱。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手张开要跟我拥抱时，我就赶快把手张开。可是他同时间，他看到我是伸手出来，他变成他就是两个人换了好多姿势，不合拍。我当时很后悔，因为我觉得那一刹那的接触不够完美，在我人生中不够完美。可是我明明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彩排过好几次了，就还是错了。我相信那一瞬间，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不完美，可能也让你更多的理解了自己的父亲。是，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心情哈，完全可以理解。但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奇幻，对，两代人像复制了一样，对，像复制了一样那样一段奇缘。待会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细细的跟大家说。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比较全面的了解王杰，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小的方案，就是我们把你这些年来出的唱片呀，选择了六张，哦，作为六个不同的点，共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好，我们就以这个唱片为节点，来，请坐。好，谢谢，请坐。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这是哪首歌啊？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其实那段日子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过得很苦。对，因为父母的离异，或者说的再不好听点儿啊，再直接点儿，就是因为父母离异，结果把你也给遗弃了啊。你就像浪子一样的生活，对，过得很艰难。对，
那段时间你除了上学之外每天还要去打工，对，最多的时候一天要打四份工，对，为自己挣学费挣生活费，对，但是就那段时间你开始了你的音乐创作。应该追溯到是我在读高中六年级七年级的时候，因为我必须要做很多工作，过得很苦，嗯，但是我的苦我不觉得苦，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那样的日子很苦，其实真的在我来讲是觉得有另外一种感觉，但是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心酸，我的心酸不是说我去上班有多累那种苦，而是遭人欺负，我每天包括被人家欺负完之后，或者想到自己心爱的人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写歌写下来。我明白了，其实那一段所谓艰苦的日子，内心的这份孤独是反倒让你更加的去努力，对，让你利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排解内心的这种孤独，对啊。那接下来又这么一个问题哈，人从这个靠这个打工养活自己，到唱片一发，一下子就火了，成了腕儿了啊，这种变化让你的心态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好大的一个挣扎，挣扎，嗯，因为没有那种说啊，怎么着，我啊，是吧？啊，其实我认识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戚都了解我的个性，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狂妄。我那时候很大的一个挣扎，是因为我从小毕竟是在娱乐圈长大的，嗯，我从小在邵氏片场长大的，也就是因为我这么小，我看到更多真实的一面，所以当我自己在走到这一行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从昨天的左边的口袋只有一两块钱，今天的右边口袋有好多好多的钱，我就开始在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因为右边重而整个压下去了？我说我不行，我是一个喜欢读那个哲学的人，所以我说不行，我要把我左边的口袋多放一些石头，跟这边要比重，就是意思就是我不要让我的人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一变狂了，我很快就会失去自己。那我也告诉过我自己，我今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十年后二十年后到了我老了八十岁以后，我告诉过我女儿，你爸爸还是依然会是现在这个爸爸。我接下来的问题是，其实那两年你走得非常顺利，嗯，正当人们觉得这个王杰如火如荼啊，红得不得了的时候，你一转身去国外了。对，你去干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一年要出四张唱片，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创作人，我要写歌我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乱想就可以写一首歌，我必须要有这么多的经历跟遭遇情感的积累，对，我才有办法去写、啊、可是一张唱片平均也要花个两个月吧，一个唱片等于说前后要三个月，一年四张唱片等于说挤满，把所有的时间都占用了，是你还要做宣传、啊、嗯，你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香港台湾都要到处去跑做宣传，你知道一口饭都没有办法吃到肚子里面，到最后患了很严重的忧郁症加上厌食症，其实你知道吗，在那个时候的照片可能有很多歌迷都会看过，我以前有些照片，为什么很多人好奇说，哎，什么夏天你也穿了一个大夹克，或者穿了一件很长袖的衣服，或者裤子穿得很厚，其实我里面穿了很多条裤子。那个时候最重体格最重大概最瘦的时候去到我讲磅好了，因为我们是讲磅，大概只剩下九十五磅左右。我天哪，我听说那段时间你都不敢洗澡。不敢，因为那个浴池那儿老有镜子，你会看见会自己哭。对，说这人是我吗？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因为男人啊，可能很多年轻小伙子就明白，谁不希望有两颗大腹肌，两颗大胸肌，六颗大腹肌。
两颗大菩提是现在，原来我们都是八块。对，现没有现在剩两块了，你知道吗？没有啊，没有，现在是一块大腹肌。所以每天照镜子，尤其有时候在电视上看到这些健美先生，或者看了一些战争片啊，有些军人什么特种部队，哦，那个身材一，每次一看就自己就难过，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回去那样子的身材，你知道那种感觉，那尤其侧面一照，讲难听一点，这整个屁股肉都没有了。就那个时候开始就人就忧郁了，很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然后就开始患了厌食症了。我每天就没有办法，就靠喝咖啡，因为今天饭都早上起来一大早电话就响了，就要接人了。哎，杰哥在哪里？在你家门口等你呢，赶快赶快赶快。就是这样，每天就这样，到最后就整个人就崩盘，就崩溃了。崩溃了，所以到最后没有办法，医生已经讲，你也跟我们唱片公司讲，就说你再不放他走，他不出半年，他会死掉的，他会死掉。所以那时候很多电视台呀、唱片公司啊，他们知道了之后，反而不是说要让我要多做一点唱片，赶快多录一点。然后很多电视台每个都好像说想来帮你拍纪录片。香港电视台也要开始帮你拍一些纪录片，台湾也要帮你拍一些纪录片，新加坡也要帮你拍，到处都要帮你拍纪录片。哎，可是我这个人啊，又很顽强，又死不去，你知道？最后来到最后跟他们谈了很久，他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你们告我好了，我情愿把钱赔给你们，我情愿把钱赔给你们，你们让我回加拿大去，我要去养。就是回去的时候，就那医生还不错，就开始慢慢调理过来了。对，调理过来啊！你还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啊！是啊，敢于说不的一个人。但是接下来好像这个事呢，更加的让人觉得揪心啊！调养了一段时间，原本觉得身体调养好了，该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歌迷发现你的声音变了，不到一个多小时。就开始整个人就不对了，医生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嗓子你要完全好那是不可能的，要谢谢你的坦率，整个嗓子突然间就是讲不到话了，是你完全的饭碗声音变了，为什么？但这个人现在我也原谅他了，就在我的饮料里面放了一些不该放的东西，我实际上那个医学名称是什么东西我也忘了，就那天喝完还不到一个多小时就开始整个人就不对了，几乎要窒息，对，要窒息，然后呢就开始送医院，整个眼睛就快要爆出来，整个嗓子突然间就是讲不到话了，就赶快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急救清洗，就后来医生验了，就是你今天吃什么，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吃，只喝了一杯咖啡，很浓烈的咖啡，特浓，又每天要靠那个来支撑，让自己精神起来，对对对，最后来验呢才发现里面有些不应该放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已经事后就已经跑掉了，逃了。为什么我讲说我长大了，我没有看过在这个地球上有比这些更坏更恶劣的人，更丑陋的人，他们干出这种事情。那基本上医生是告诉我，就是说这个嗓子你要完全好那是不可能了，因为旁边的肌肉已经，声带边边的肌肉已经完全受伤害了，你只有办法就是另寻他路，就是用别的方法去发挥你的嗓子。所以大家现在听我讲话嗓子是哑的，就是不是以前那种亮的，你要我回来回不来了，只能不断的去训练，但是我已经告诉过我原谅他们，我不会再去追究了。因为 我很好奇哈，这个伤害我觉得对一个用嗓子的人来讲的话是致命的，但是呢你一再的说你都原谅他，你为什么要原谅他？
我想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个性问题。我先说说我是一个什么人。比方说我在香港好几个朋友跟我合伙做生意，大家一各自，比方说我，比方说这样子好了，我拿了，比方说我拿500万，他拿500万，这生意总会有赚有赔的，好几个都这样。赔了之后他说，王姐，我告诉你，我当初给你讲的这个钱只是借给你做生意，我说我没有给你借钱做生意，反过来是我帮你在工打工，我没有收你半毛钱。结果全家大小每天哭哭啼啼在那边讲，哎，我们家这是我们的唯一积蓄了。我说这样子好了，我说我的蓝宝坚尼放在那个地方，车钥匙在这，你好意思你拿去，你把它开走，就算是我赔给你好了。我说我那台车子也值个5-6百万，你拿去。你猜怎么样？怎么样？哎呀，谢了杰哥，那个司机赶快把那车子开走，老婆全部一家上车，啊，马上跑掉。我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还讲说，我看到这，我只看到，我都还没来得及反应，我的车子已经被人家开走了。这就是我的个性问题，我不太喜欢去追究人家，我会埋怨自己，因为我总是交朋友是先把心掏出来。哎，我怎么20年前没认识你呢？所以我不会去怪别人，啊，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是你的个性使然，对，你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嗯，那说到你的个性，我觉得你也挺有勇气的。你写过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是一个过气的歌手》。啊，对对。我知道我是一个已经过气的歌手，知道我写的歌你不再听之后，我想了很多借口给自己一个解脱，让我灵魂回到自由，回到原来的我。现在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有些人特别特别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哈，啊，说你都过气了。虽然事实可能都是那样，但是他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对，永远觉得我依然是老大，是啊，我依然怎么着。何来的这种勇气让你写了这样一首歌？先说一说，有前面说起来好了，虽然很多歌手他不会愿意承认自己是过气，嗯，所以为什么我不喜欢说我是歌手，也不喜欢说我是歌星艺人，我是喜欢说我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不怕过气。嗯，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出现你知道吗？当初有一天我在我们家楼下对面一个小咖啡厅，我在喝咖啡的时候，我习惯在那边拿一张纸，拿一支笔，开始在那边写歌。结果后来有一个人看到我，你知道，有一个他看到我，他马上，哎，那个是王杰，哎，王杰，王杰。第二个就，哦，第三个就更讨人厌，谁啊？谁是王杰啊？哪一个王杰啊？就装的那种故意讲的很大声，不认识。那他要讲，哦，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你说那个过了气，那个唱那个什么，给一番酸酸，给一番气那个。当场我那个时候很难过，你知道吗？因为在餐厅里面讲那么大声，大家都回头在那看，我的心里面开始在嘀咕：是啊，过气又怎么样？我就是过气，但是我没有认输啊。你懂的，就当时我就一直不断的很难过，真的那时候，眼泪真的都快下来了，因为你不知道一个做一个艺人跟歌手，当你坐在那边被人家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那是很难过的，很难受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写不下去了，赶快把纸一盖，笔一拿，赶快。本来要写的歌是我是歌王，对对对对，最后变成了一个我是一个过气的歌手。我一关门那一刹那，其实很难过，心里好难过。那时候又遇逢天气冷冷的，那种秋意的感觉，让人家更有那种凄美的感觉。就开始在那个街上走，我又不想走回家，就在街上那个马路上那个比较没有人的海边的那个马路，在那个尖沙咀那边的，
而他们一直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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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走就很难过。但是那个时候，我整个脑袋就是音乐，跟骂我的那个，他的话一直不断的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浮现，啊，就是那个过了气的歌手，啊，就是那个过了气的歌手，那那个有一点像什么效果器这样，过了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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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我脑袋徘徊。所以等我走到回家的时候，基本上我这首歌已经写完了，这首歌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你应该感谢这个。回过头来问你这样一个话，就是那段青春的日子，回过头来，你会用什么样的词语来面对它？感谢、正常、遗憾、无奈。我还是抱着一个感谢的心态。嗯，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管我从年轻从小到大我遭遇过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像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拿了一支彩色的笔，一直不断地画很多色彩上去。我不要我活到老的那天盖棺的那个时候，我的生命里面就是一张白纸而已，我希望它是多多色彩。这个童年时期、青年时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觉得还是以我拿出来的这个专辑为我们的这一段话画上一个分号吧。一场游戏，一场梦。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道别离，你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间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当光阴一天天的过，你看到我这苍老的轮廓，也许擦肩而过认不出我。在日落天边的时候，能够说的故事有太多，只恨无能为力改变什么。我知道这首歌是写给你很多年没见面的儿子的。对。当光阴一天天的过，你看到我这苍老的，也许擦肩而过认不出我，在日落天边的时候，能够说的故事有太多，却恨无能为力改变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常常有一种感觉，
人的生命太脆弱了，我不知道我哪一天会走，我实在有太多的话，也有太多的故事没有告诉他，所以在他大概四五六岁左右吧，我忘了是几岁，因为我也没有跟他接触，我实在不知道他几岁了。我试过有一次偷偷跑回加拿大去看他，偷偷跑到他学校，因为我不能距离他500尺以内，我就偷偷看他。可是我发现我认得出他，因为长得太帅了，跟我很像。我知道他是我的，所以他跟几个老外朋友小同学出来的时候，我站在那边，我不敢动，不要装的我好像在等人，可是我一直在愁他。可是因为加拿大的教育小朋友就是教育得很小心，一当他们发现有些什么奇形怪状的人在盯着他们看的时候，要同学都要注意要小心，所以他就会发现，哎，怎么有个这样子的男人一直在盯着我看，就他们当时几个同学就很快就叭就挤在一堆，就赶快跑上那个校车，就上了校车就走掉了。我想应该这么讲吧，你经历过这样子的感觉的男人，你才会了解当时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很痛。我一直在想很多问题，我如果再不把我的一些心里的感觉告诉他写下来的话，我怕有一天我真的突然间不在了，我怕我自己的故事，我自己的事，跟我对他的那种感觉，他永远不知道，他永远不知道。所以这首歌我也想了很多法子，我那时候强调说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出上遍，而且我要在媒体告诉人家我是写给我儿子，所以我希望他有一天会明白。然后就这么一个晚上我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但是为什么可以写那么快，其实因为歌词就是完全就是我的心声。要谢谢你的坦率，无论什么原因，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悲剧都不该发生，尤其是在两代人身上重演。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能够这么坦诚地说出来，对我们所有的人哈，也都是有一定的警醒，大家尽可能地去避免这个啊。没有孩子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啊，像我们这等有孩子的，真的我就不敢想象，如果我跟我的孩子多少年见不到面，我会怎么样？很难受，我只能告诉你很难受。对，所以这一段就到这儿吧。啊，对，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不能想，不敢问，是我太傻还是太真？狂乱的夜晚，又能留住多少个春天？为了爱，宁愿不醒来，再多苦我不在乎。为了爱，这场梦吹不散，情愿用一生等待。哎呀，这家伙写的挺哲理啊。你有没有真的反省过自己？就说这两段婚姻，我们也不说失败成功啊，就说这两段婚姻都没有维持下去的原因，有没有真的反省过，从自己身上找过问题？我有反省过。
那因为我我本来从小到大我对爱这一方面确实没有什么天分。原因是可能因为从小一个人过习惯了，很少是真的去接触，不太懂得去跟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接触。其实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要不要？我就是突然这么想啊，我也没想深。但是我觉得这个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安妮这首歌都听过吧？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我是真的发现我爱上他，我就是写这首歌唱给他。我其实因为他之后，我会觉得好像我那个时候我是会相信有爱情，因为在他离开的那段日子，那真的是人很伤心很难过，每一天都没有那种心情去吃饭，甚至于我自己都有想过想要跟他一起走吧，你知道，你是到那种地步，你知道吗？那种你知道，当你一个第一次爱一个人，我是真的是初恋的，我那是真的是初恋，真正意义上的初恋，对对对，真的是初恋。所以那时候哇，那种心情，你知道，每天晚上睡觉揪在一起，每天在想着他，觉得他已经在一个很远的地方，甚至于搞到自己有一点快要神经病是什么，你知道吗？比方说去上厕所，哎呦，你有没有在看我上厕所？我拿个衣服盖着好了，我会已经有一点这样的状况，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后边的这几段感情是不是都是安妮惹的祸？会不会啊？你知道安妮的故事吗？对对对对，他不在。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他不在了，所以呢，那段呢就永远留在你心里，你会永远觉得他是美好的，他被冰冻在了那一个绽放的瞬间，而你跟后边的这些呢，都会有从花苞到绽放，从绽放到凋零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你心里可能容不得那个凋零。哎，有没有这样？好像有这么一点点的道理。我本身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对任何东西我都不能够去把它给污染，包括人的品性，我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想，像你这样的人，你现在还信爱情吗？我发现你每次演唱会的时候总会给一个人唱一首歌，那刹那又完全相信爱情。我觉得朱俊，你刚刚讲的一句话，我突然间脑子冲一下子，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实际上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听那首歌。相信爱情吗？那个是你们不要替他回答，亲爱的。首先我先讲，所以我不断的在寻找自己的错误，在感情这方面。你现在问我相不相信爱情，我每次都说我不相信，可是当认识了大家刚好在火热的时候，那刹那又完全相信爱情。我就是这么矛盾，在这方面我是这么矛盾，所以没得救了，我没得救了。你话没说完，你火热完了以后马上又不相信爱情。可能是，不过我觉得朱俊，你刚刚讲了一句话，我突然间脑子冲一下子，我觉得有一句话真的很有道理。我可能个人的完美主义太强，当我每认识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总是那么的相信她，会把很多美好的东西，我真的确实会，你不讲我自己不知道，我现在想我会把它放在她身上，会，对，我有这个毛病，所以有时候会活在臆想之中。所以我可能会对她的要求很高。再问你一个特实在的问题哈，又单身这么多年了，孤独吗？习惯孤独了，
你是在享受孤独，还是觉得无奈，我必须接受这份孤独？后者。我很无奈，我必须接受这份孤独。对。但是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现在内心挺纠结的。嗯，你们知道我纠结在哪里吗？实际上此时此刻我特别想听那首歌，叫《安妮》。干脆这样好了，大家唱一段给我听啊。老师都是我在唱歌给别人听。你是说，你是说大家一起唱完了以后，咱们一起唱听是吧？那你得带头啊。谁带个头？啊。谁个头嘛？你们有女孩子有男孩子，我看看啊，你给一个，给一个 G minor 好吧？对。你随便弹一段钢琴，慢慢的我就，我帮你们起，那你们来唱给我听好不好？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无欢离。这首安妮呢，把我们这段所谓情感的话题稍微画上一个句号吧。我们也希望，对啊，这样一首歌能够真的让你心中的这个安妮的情节也画上一个句号，开始一段新的历程。对啊，就像你说的，到60岁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我们的牙都掉了，再聊起来的时候，也许今天的谈话更有意义。对对对对，是吧？嗯，那我们继续往下吧。好。每当掌声响起的那一时刻，总会有两行热泪在脸上泛流。我知道只有你能真正的了解我心中的歌，有了你永远不会寂寞。你是我永远珍惜的朋友，陪着我穿越挫折和迷途。这首歌的歌名叫你是我永远珍惜的朋友。你是我永远珍惜的朋友。我觉得无论是哪个朋友能够得到这样一首歌词一样的真情，都会让人感到特别的安慰、快意。对呀、我发现你每次演唱会的时候总会给一个人唱一首歌。张国荣他本身可以说是我在香港出道这么多艺人对我最好的一个，就是我讲的是香港的艺人，也对你最帮助的人。对，最帮助，就是我们香港的艺人是怎么样的？比方说那时候我刚出道，在电视台，如果大家电视节目完了，不是大家要站在一起跟观众说再见吗？嗯，你会发现很多艺人他们是这样把你顶开的，真的是这样子。我每次都被挤的，后来我就被挤开了，所以我就悄悄的、静静的一个人跑到最角落去站。每一次跟他一有节目的时候，他就把我抓过来，过来。跟我过来干什么？站中间，因为他是最大牌的，谁敢不让他站中间？他每次都把我抓到旁边站中间，他说你不能够老是溜边啊，对，你不能老是这么弱，你不这样的话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你刚出唱片。所以他每次到了一有人要欺负我的时候，他都会帮我讲话，来、哎、你干什么？你们讲人家，人家怎么样？你是歌手，不能这样。他就是这样子。
偶尔会有时候打电话，就是他可能看得出我很害羞，还是很内向，或者是很怕，不敢不好意思在这行跟人家那个，他偶尔都会打电话，然后就是很照顾，所以有他在的时候，别的艺人就不太敢对我怎么样，也不太敢欺负我，我很珍惜他这种朋友，因为真的好朋友不是一定要每天在一起，而是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而是他会保护你，当你受难的时候，他永远他的手会让你这样，当然你不需要他的手的时候，他永远把手收起来，我觉得这种才是真正的朋友。还有最后一个了，现在和未来，挥去你我昨日的哀愁，别让寂寞占满空虚的心头，是否能再一次拥有自己的天空，是否能再次拥有梦。这是说声对，说声珍重。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说得挺透的，是把我们内心的那种对友情甚至于对爱情的期待都说了出来。对，我们孔夫子说过五十知天命，到了知天命之年，你有没有想过前五十年你要带回到后五十年的是什么？我还真没想过，我唯一的想的就是我怎么在我有生之年把我的所有的一切遭遇跟故事心情全部写下来，就像是一个 gift 礼物封起来，放在一个时空囊，是吧？时空囊，将来有一天我的曾孙，他们都可以知道。我觉得我长那么大，无愧于心，很多事情都无愧于心。我希望我将来的孙子、孙子都觉得以我为荣。我只能想是这样子。我知道今天我们现场有很多歌迷啊，他们告诉我有一位歌迷特别用心，他手里有王杰几乎所有的唱片和磁带。哦，是哪一位？示意给我看看，是吗？哦，那请你上来一下好不好？那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跟你心中的偶像见面，有什么话对他说吗？杰哥，我想说我从小十几岁就开始听你的专辑，从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到现在整整20多年，所以我可以这么说，杰哥您的歌对我来说人生当中意义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我挫折的时候困难的时候，我都是在您的歌曲里面找到了一种精神力量，所以我才能在困境中我自己慢慢走出来，一直坚持到现在。谢谢谢谢，再一次的谢谢你啊。谢谢。其实王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当我面对你的这些歌迷的时候啊，我觉得特别值哈。值。这辈子无论受多大的罪，吃多少苦，有多少的挫折和磨难，其实有他们支持都挺值的。但是我相信支持你的人又特别的希望你能够幸福和快乐。是啊，所以我要说王杰，我们支持你，但为了支持你的人且行且珍惜。好的，在这里呢好，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谢谢。